楚楚，你看什么呢？一个朋友出的新闻集。朋友？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妈，那没病吧你？一听说朋友就往那方面想。我刚看他里边写的一篇文章，情况跟我差不多。 那写这人是记者还是医生啊？是个记者，不过他还真不外行。那记者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妈，你又来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好了，我不问了，行了吧？公司周末有个酒会。 要扮演模范夫妻啊？什么叫扮演啊？咱们本来就是模范夫妻。还是吗？怎么不是啊？模范夫妻就不小吵小闹了？我看你播客了。有什么感想？挺能编的。看来我的想象力还是差太远了，远没有真实生活来的精彩。 真实的情况不是你想的样子。那是什么样的？我说过，她有病。抑郁症是吧？现在还要更严重。你会编还是我会编啊？她老公死了以后，她怕见所有的人，包括心如。 刚才他们在小区里碰上了，心如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。我看过你们的聊天记录了，有什么发现呢？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啊？你跟他那么亲密，你还要让我相信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？ 那个不是亲密，那是一种关心，行吗？没有感情哪来的关心啊？有感情也是对朋友的那种感情啊。狡辩。你说的，让我自己也觉得像狡辩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啊？ 又在看单元的博客啊？嗯，还有一个细节我没告诉他呢。什么细节啊？我的那情人是我介绍认识的。那我得恭喜你。什么？你都会拉皮条了？你这狗嘴子吐出什么象牙？ 心如，哎，你待会儿有空吗？咱们俩聊聊。好，见面说啊。嗯，好。
你别提我心里多别扭，这有什么事儿？真是不可思议。要不我找孟菲菲聊聊？别，伍德一直说他有病，不能受刺激，咱们可别惹事儿。这万一要是真的呢？那天我见他了，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。谁知道呢？他可一直信誓旦旦的。不过，他经历比较复杂，有精神疾病，也有可能。搞清楚。对了，王张凯看了你写的小说，他说他们出版社可以考虑出版。出版？啊，我是写着玩的。我早就说过你也写小说的材料，怎么样？哎，要成功了，我可当你经纪人啊。哎，心如，这个周末伍德公司有一个酒会，非要让我参加。你若是我，你去吗？干嘛不去啊？伍德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你得配合他。再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得把他抢回来。这么好的老公，哪找去？好是好，就是太累了。竞争社会嘛。那你跟谁竞争张凯啊？张凯啊？张凯怎么了？他哪点配不上你了？也就是我才能受得了他。行了，心如啊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话应该我对你说。我这还有福呢。菲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哪儿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，你画的这么漂亮。我在家就不能化化妆了？菲姐，你那么漂亮，其实根本就不用化妆。别拍马屁了，去干你的活。哦。喂，周末我想带雨梦去玩，你能过来吗？那好吧。菲姐，你怎么了？可爱吗？菲姐，一定是善于误会了，不让他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小文，以后少给你武大哥打电话。
是我啊。算了，明天我还是不想去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变来变去的。云姐，今天小刘生日，晚上我们去唱歌，您去吗？嗯，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，就不去了。啊，还想听你唱邓丽君的歌呢，跟原版似的。改天我请客啊。请进。吴总，李总让你把这个签一下。哎，吴总，你今天衣服颜色搭的可不好啊，我发现你最近穿衣品味有所下降。有吗？今天晚上这么盛大的活动，你爱人也不替你好好打扮一下。他最近太忙了。大妈，请看呐。哎，小袁。哎。哎，小袁，你穿的这么漂亮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参加一个酒会。哦，先走了啊，大妈。哎哎。精神啊！今天这身衣服可比下午的好多了。谢谢。单云呢？他有点急事儿，来不了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那个于总他们都在那边呢。我过去打个招呼。好的，嗯。哎，老板，你好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单呢？他有点急事来不了了。哦，哎呦，蒂娜，于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能光临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哪里哪里。哎，伍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雨涵。伍德，你们两个？于总，真没有想到伍德居然在你们公司。真没想到蒂娜就是你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是老相识啊，这个事情可太小了啊。伍德，今天提呢就交给你了，你给我陪好了啊。您放心吧。好，好，于总，你忙去吧。就这样，那你们俩叙叙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你老公，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？大概得有十几年了吧。始终牵挂，苦心选中今天，想车你回家，原谅我不再送花。
姐，哎，啊，小猫好漂亮啊！你也是啊，怎么没跟吴总一起来啊？啊，我单位有点事儿，就来晚了。哦，我刚才看到吴总了呢。好，那我先过去。好吧。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你呢？我不太好。怎么不好啊？还是先说你吧，太太没来，是不是出差了？你太太叫善云吧？你记性真好。在我印象里，她可是个了不起的女孩。怎么了不起啊？打败了那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很不简单啊。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他不太喜欢这种场合。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。别光说我啊，你呢？你怎么也一个人来的？我离了，上个月的事。嫌我太强，不跟我过了。还是说点别的吧。哎，对了，我正头疼美国这批货的事儿呢。你呀，工期可以稍缓一下，但是质量一定得保证，要不然我到那边也不好交代。等到了滨海，我们一起彻查。你也去啊？嗯。太好了，来。合作愉快。一个人喝闷酒啊？你是哪个庙的呀？你不是喝多了？瞧你那烂样，还想占姑奶奶便宜啊？谁呀你？臭流氓！流氓！流氓！死男人！臭流氓！服务员，那桌的单我买了，谢谢。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回家吧。你谁呀？不要喝了，你已经喝醉了。我没醉。别喝了，回家吧。那我回你家。回家。那我跟你回家去。你家在哪儿啊？您是
我们是在酒吧遇见的。哦，谢谢您姐姐，我给您沏杯茶吧。不用了，她喝了不少，好好照顾她吧。啊，不想在这儿，我要回家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还没喝完呢。谢谢姐姐。菲姐啊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难不难受？那谁啊？我是小文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！哎，再给我来杯酒。心如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可就神奇了，我啊，碧寒、孟菲菲全都遇见了。玉涵谁啊？武德以前的女朋友啊。哟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。是啊，今天晚上是风云际会，没想到吧？哎。我去你那儿吧，反正今天张凯和闹闹都不在。好啊，我等着你啊。哎，心如别吃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月例假都晚了好几天了。是不是怀孕了呀？怀孕？不会吧？哎，你打个电话给林楚，明天去他那查查。都多晚了？没事儿，他不会睡那么早的。打吧。好。喂，林楚，哎，睡了吗？没。我刚下中班，怎么了？哎，林楚，来俱乐部聚聚吧。哎，别听心如瞎说，你肯定累了。还行，我也想聚聚，那我直接去你们那儿。哎，林楚，说，我这个月例假都晚来好几天了，你说我是不是怀孕了？心如，心如，心如，起来啊！哎，没钱了。几点了？哎，心如，昨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个什么？哦，对，你测了吗？快去啊！哎。要接中断，为什么非得接中断啊？准呗。哦，快去啊！那我去了啊。哎呦，你说他会怀上吗？但愿吧。我担心他身体。哎呀，是啊。这次要真怀上了，可得注意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还是我来看看吧。
阳性的。呀，我看真的。哎，真的，这么说你怀孕了？嗯，尚云，哎，赶紧打电话给伍德呀。先不要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不说这个，那我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做检查呀？当然要了，你星期来找我，我给你做个全面的体检。心情好，身体才能好呢。就是。嗯。怀孕了，高兴起来。这条小虫可以沾光。哎呦，哪天我试试？什么你试试啊？是给我们宝宝睡的。咱也把床改成这样的。瞎说什么呀？我那天那个想起我小时候一个儿歌，叫什么？两只小象河边走，鼻子长啊勾一勾。可以做保守治疗，也可以做手术治疗。如果做输卵管疏通手术的话呢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但是，这种手术的机会只有一次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你必须一次性的怀孕成功。如果做保守治疗的话，就是输卵管消炎，这样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所以，你必须自己全部。羊水片上，胎儿可能发育不进去。为了以后着想，建议你们做临产手术。不用怀疑，怀上了。真的怀上了。时间还早呢，讲讲你的故事吧。什么故事啊？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。之前这些年过得都挺好的，但是最近出了点问题。哦，怪不得没来参加酒会呢。那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？嗯，我的大部分问题，他的一点点问题。那就更有的讲了。发现你们女人都特别愿意窥探别人的隐私啊。纠正一下啊，不是对别人，是对你。让我来猜猜你们问题出在哪儿吧。不用猜，肯定是你有外遇了。还真不是，是他觉得我有外遇了。觉得？哎，可是在我印象里面，善云不是那种爱吃酸泼醋的女孩。你这意思就是我肯定有问题了？你呀，至少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了。唉，还真是。哼。然后呢，你呢就觉得被冤枉了，他呢就觉得被伤害了，是不是？
哎，可是我有一点想不通，以你们这种感情基础，不应该有这么深的信任危机，怎么会解释不清楚呢？嗯，问题出在一个女人身上。还真有另外一个女人啊？不仅有另外一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这是单云最想不通的。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伍德吗？你还真觉得我是个花心大萝卜啊？我要真是的话，当年我能放过你吗？这人呐，都是会变的，发生什么都很正常。是不是另外一个女人和孩子把你给吓着了呀？哼，有点。单云也是啊，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女人和孩子，他几乎崩溃了。那现在呢？什么情况？单云跟我分居了，他觉得他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污染，他一个人搬回我们的老房子写小说去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嗯。我还是想不通，你孩子都有了，你怎么还觉得自己被冤枉了呀？那不是我的孩子啊。不是你的孩子，那就更好解决了。单云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啊，这不很简单的事儿吗？事情要这么简单，不就早解决了吗？问题是那个孩子的妈妈精神有问题啊。你怎么跟这种人搅到一起去了？到了滨海再告诉你吧。飞姐，你怎么还没有动？着什么急呀？什么叫着什么急啊？你要晚了。晚什么晚啊！我不去了。你不去看医生，我看武大哥回来你怎么交代？我为什么要向他交代？飞姐，别啰嗦了。嗯，我要两杯热豆浆，然后再要一屉包子，再要两个茶鸡蛋吧。好，就这些吧。哎，你这么快就开始为孩子着想了？怎么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啊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那么盼着孩子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我说你呀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也许你真的误会人家伍德了呢。算了，咱别说这个了，反正我是肯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那当然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还是搬回大房子去吧，那儿的条件好一些啊。这样啊，感觉好像我在用这个孩子要挟这份感情似的。那是你们的孩子啊。我不打算把怀孕的事告诉他。你还在跟他赌气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就是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承担。总之呢，你得高兴起来，这样才对孩子有好处啊。你放心吧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，你是喜欢儿子呢，还是女儿呢？嗯，儿子女儿我都喜欢，最好啊是个龙凤胎。你怎么不吃饭啊？吃过了。哦。啊，对了，单云怀孕了，但她不让我告诉伍德。为什么？这孩子来的有点不是时候呗。你是说孟菲菲和雨梦？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人家伍德欢不欢迎这孩子。
你说吴总和孟菲菲是情人关系，诱因会不会是因为善云没有孩子？有可能。其实伍德特喜欢孩子，因为不想给善云压力，所以一直装的不在乎。那善云为什么不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伍德？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他们和好的契机，可善云不让我说呀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不敢贸然行事了。要合着我以前，早一个电话给伍德打过去了。怎么样？继续听你讲故事。你还真执着。别吊我胃口了，快说吧。离开布里以后，我就来了现在这家公司，然后就被派驻到滨海。滨海，就这儿。所以故事要留到滨海来讲吗？还挺有戏剧性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个女人是你在滨海认识的。她叫孟菲菲。很漂亮。嗯。怎么认识的？郝心如介绍的。郝心如给你介绍女朋友？人家有老公。那干嘛给你们介绍啊？他爸原来是这儿的副市长，他老公是原来这儿港务局的副局长，后来因为经济案件，然后就跳楼自杀了。他一定对你穷追不舍吧？我是通过他认识的他老公，因为业务上有很多往来嘛，后来挺谈得来的，就成哥们儿了，然后一起经常打打球、喝喝酒什么的。朋友妻不可欺。我是那样人吗？退一万步讲，就是我真要找，就孟菲菲长得是很漂亮，但是她是那种特别强势的女人，你知道，我跟这样的女人不太可能发生故事。你只喜欢像善云那种温婉恬静的女人。是不是你们男人都喜欢这种类型的？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我是，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。缺少母爱。也许吧。继续。继续什么呀？你们的故事啊。她老公生前是我在滨海最好的朋友，她老公死后她得了产后忧郁症，你说我跟她能有什么故事发生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善云？你们女人，你还不知道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。对不起，易总，吴总，出了点事。怎么了？找不着场地。不都说好了吗？原来是说好了，可是港务局方面又变卦了，说是码头繁忙，找不出一个专门的场地做茶叶。小鱼呢？于经理说，可能是有人在后面搞了鬼。港务局长姓汪是不是？是。通知小鱼，咱们去趟港务局。好的。对不起，不能跟你喝咖啡了。嗯，好，你忙去吧。好，晚上见。明姐，这是编前会定的稿件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潘总好像找过你，上午怎么没来呀？哦，去了趟医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